每一个小队有一分半，就是我们四个队，四个颜色的队呢，要再分拆成两个小队，然后出来分成 A、B 队，懂吗？比如说这边八个，就是分四个四个，然后这边就是四个五个，懂吗？就你呢？你啊？我可以说出答案的字，如果说出来了，就是说的人，说出字哎。不能说关键字，谢谢。只要记你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就不计分了。如果说出来的话就不计分。好，肯定会不能对吧？如果他吹哨的话就代表问题。好，这边好，进行也是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游戏结束之后一样，获得分数最高的胜出。好，那我们分好了吗？不然就前面四个先来吧。一二三四，完蛋了，不得来不得来，不是猜歌，是猜字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示范一下。好，弟弟，你今天猜谁的新年晚？海蒂。好。我。赌圣是谁？这是周星驰。暂停。好，谁赌钱很厉害？这样就犯规了哦。因为我讲到赌，这样就犯规了。因为我讲到赌了。我讲到赌，哎，就会吹哨，那这题就不算分哦，这题就不算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懂吗？都会玩的吗？有还有哪些？没有啊，不会的话，你就别喊笑我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么红队的前面四个，上面一个猜，对，三个人讲一个人猜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红队先，一二三。那你们谁要猜？讲的人比较重要哦，讲的人比较重要哦，会讲比较好哦，考虑一下。会讲比较好。好，好，那三位站在这边中间好不好？那这边这个是。好，那我们第一组马上开始喽。好，计时一分半，开始。
他第几？红队几？